搞一个，你看你怎么样？你妈的全国官员，全啊！里库呢？掉了一个。徐明，我怎么样都给他放进去了，这玩意儿也都放不进去呀、啊！啊？三个，一口炫掉是吧？这个皮就不行了，这不可恶了吗？来，大盆，这盆太大了。等一下，等一下。这盆太大了，能不能给我搞个小一点的？你去了吗？放十颗吧啊，这个不能放多，感觉有点危险。你放不是放这么多放不进去，它一下子放不进去。多少呢？啊，一万。哎，就弄大盆，别弄小啊。八哎，我都冒气，感觉冒了一大堆气啊！我这气不会冒完吧？别搞了，喷不出来啊！喷不出来，兄弟们，让我喷第二次，不够啊！这才多少颗？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八颗、九颗、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总共就二十个。谁把它倒着了？刚吃两个。我刚才二十九个，你二十个，你二十，我二十九个，我骗你二十九个，你都倒进去了，都倒进去了。我天哪！二十一。二十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对不对你玩就不要玩赖你搞个东西装的呀盆太大盆太大来拿小盆你把镜头搞远点镜头搞远点你搞个尺好不好我跟你说，我人都放进去就掉一个，你看又去掉一颗，你看故意的，你看我这二十多颗呀，哎、你放了多少颗呀？哎、我有二十多颗，哎，你怎么知道你会掉呢？哎，我跟你说放一，我跟你说放不了二十多颗，兄弟们，它就喷出来了，你知道吧？我放了二十多颗。我跟你讲，我们放别玩赖，我们放十颗的时候它就要喷了，你赶紧，那我跟放我很少顶多少六颗，是不是？我放了二十三颗，我跟你讲啊，那一颗捡起来。啊！别玩赖，他放不了这么多，兄弟们，他放了差不多十颗，他就往外漫了，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要膨胀了，你知道吧？他就要喷出来了，他就要发射了，放到嘴里吐进去，哎，放到嘴里吐进去啊？那我吐两颗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快点哈，你别浪费时间啊！啊，漏斗来，那个漏斗来，又掉几颗？哎，我真服了你。掉几颗？你看又掉了一颗。你看，他这个人就故意，放不了这么多。你都拿来，漏斗都拿漏斗来。你说，你看这一个，这眼他还没我这眼大。三、四、五、六、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我做一个漏斗啊，兄弟们啊！啊，二十八颗啊！我放你一下就放进去，不就行了吗？你这样放，你一下都放不进去，能放进去来？你这堵住了，你知道吧？能放进去，兄弟们看啊！我没有啊，就二十八颗，我没有多放啊，什么多放啊？什么想个多放了、啊？我也是二十九颗啊，我没完蛋。你看你这一个眼子太小了，那他一下倒不进去呀、啊，他倒不进去。你这样吧，这样放，你这样放。好吧，别这样放！你怎么那么烦？你说怎么放？你说怎么放？我念一下啊，是不是这样是吧？啊，来，嗨，兄弟，这吸完难受啊，这个，快快快！啊，到！这兄弟们，这个想都一下放进去还真不行。我反正有多少颗喷了，我就给钱，放吧。都喷到我肚子里了。
样，全都一样。好，你看我也少放了，我少放了，去不看啊？骗够了，我少放了6颗，22颗。哎呦，你的有钱气！哎呀，你这能不能别这样啊？那裤子废了吗？他全都灌在我肚子里面。快快快，卖货！行，我现在不想管他了。下一个，我的妈！你看我的肚子，也是嘞。这个不能玩，兄弟们。哎，这个、往肚子里面灌的。椰子汁，兄弟们看啊，这个是全新上市生榨椰子汁啊，这不能搞吧？搞你妹妹用啊？这得捏一个碳，啥碳？兄弟们看啊，想个这个椰子汁啊，乐百氏的，乐百氏的椰子汁，这个你看啊，过年了，家有小孩来了，可以给他喝这个，对不对？小瓶的啊，你买，来，小杨哥，一箱是不是35.9？你看一下，一箱啊，一箱35.9啊，小杨哥10000单，不行不行，我肚子搞得太胀，35.9，小杨哥今天47.8，啊，倒数20名，两个包裹发货，47.8，上车！等一下，这个这不是生榨椰子，我刚才说生榨椰子吗？哦，生榨椰子啊，它这名字叫百乐式的啊，乐百式的，乐百氏的，不要再搞了，兄弟们，不能再搞了啊！那个小朋友一定是在家不要模仿啊！啊，再来一次，小白龙来一个。哎，这个不能，这个最好不要模仿，这玩意不是说，不是说你的嘴巴能顶住的，啊！我刚刚就想把它顶住，根本顶不住，它的气压是很强的，二氧化碳。这气压很强的，这个不真不能模仿啊！让小白龙来一次，来小白龙来来一次来。把你的衣服脱了，一会儿搞的衣服洗都洗不掉。外头你妹妹外头。那这个能不能来啊？我、哦、这没气啊，有气儿才能来的吧？秋怡，那雪碧呢？雪碧可以脱了吧？啊，下次能搞一次雪碧。小白龙来一次是吧？小白龙过来呀，这是别人叫的啊，不是我们叫的啊，来过来，小白龙来。来，你这衣服还是阿玛尼啊？啊，秋衣现在都穿阿玛尼了，小伙子混得不错呀。秋衣他都穿阿玛尼，你看兄弟们看。来，拿瓶可乐，多少单了这个？哦，他们说雪碧也可以啊。啊，下次搞是雪碧。那饼干拿过来吧，别老搞可乐，下次我们搞个雪碧，啊。